大多数的时候是开心的。开心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吃睡觉玩游戏，给大家带来好的作品。2019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被更多的人认识。首先让别人开心不是我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不会让我厌烦。小时候最让我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年，然后有压岁钱，然后有新衣服，然后有好吃的。